姐姐吃早餐了，我刚才没有录到，阿优在看漫画。姐姐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这边有一张金卡？六六的金卡吗？金卡。金卡。这是谁写的？做人好难。他写的。做自己就好。你叫他写的。做人好难，做怪物就好。姐姐头发不要弄盖到眼睛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早餐就是，哇，烤焦了。哦，烤焦了。我已经是用烤吐司的模式烤了。结果还烤焦。一点点而已。那好，你用那个盘子啊？又用什么盘子？今天早上我在运动啦，可是运动到一半，就是他们就起来了，完了我又烤焦了喔。我是用烤吐司的方式。你想吃芭乐？好，我再帮你削，你先拿出来啦。啊，真的烤焦嘞！我的天哪、啊！还好，上面弄掉还可以吃。拍谁拍谁，没有注意。就是其实水波炉里面有，就是一定还是要自己注意时间。哇，超级焦！哎、欸，等凉了之后，这可送还好、啊。凉了之后，把上面这层剥掉再吃。这个是你的、啊，这个原本上面。这原本上面有一个草莓。头发不要遮住眼睛啦、啊！我一睁开就爆开了，怎么办？我帮你拿一颗，拿另外一颗冰回去。那个袋子不要了。你要吃芭乐吼，帮你敲削芭乐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完，今天的可重烤焦了。我想用这个盘子。哪个盘子？我想用这个，我再拿个盘子。那你就把它换成你想要的盘子啊，只是说这样的。把它剥掉。我把。我要芭乐。要吃芭乐，怎么了？什么东西黑黑的要怎么弄掉？你要等它凉一点啊，把上面那层剥掉就好，因为那是可颂，你上面剥掉就不会黑黑的。等它凉一点，你现在看。对啊，小焦太焦了，不是小焦，上面要剥掉再吃哦。太黑了。那我可以先从另外一边没有烤焦的吃。你说什么？那你先不要把黑黑剥掉，我从另外一边没有烤焦的再吃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对不起，我刚才没有注意。在。嗯？我们牛奶糖。什么牛奶糖还在？那我不是牛奶糖可颂。哦，对，还在。嗯，不是八月糖吗？是牛奶糖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加草莓馅？你那个给我，你没有加草莓馅哦，那太假了。你们这样子早餐可能一下就会饿了。等这样子。那、啊、你过来看。什么东西过去看？我没有草莓馅。嗯？你没有草莓。你没有草莓，我看看。不是你知道吗？帮着你遇到我的时候，你要。我在注意。看。哎呦，它是 cream 的草莓馅，蛮好吃的吗？里面有牛奶糖。里面哦，那个里面是那个叫做卡士达啦。对，你前面不要吃到这个黑黑的啦，等一下凉了你再把它弄掉。姐姐这个在后面啊，等它凉一点。姐姐，又是你上面这个要把它弄掉。我帮你，对，用，因为太焦，那个不要，哎呦，那个上面真的太焦，不要吃，那个真的吃多了不好。那你帮我弄掉。啊。我又没看。对啊，那个太黑，那个不能吃，那个吃了，那个叫那个容易致癌，对，还有就是像这样。那你再帮我
妈妈，我不想。哦，哎呦，我来，我来。好，我来。为什么打开汤匙？啊，这样比较方便啊。没有，它上面。哎呦。因为这是可颂，所以。那块怎么会这样？那块不要吃，太焦。就这样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那姐姐你的啦。我看。嗯，太焦的地方真的不要吃，会致癌。什么意思？还好这个是可颂的，可颂它的表皮是一层一层。什么意思？好，这样子。好吵啊、哦！啊，没有办法，我爹地不小心把表面烤焦了。好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好吵、哦！把芭乐给你，超大块芭乐给你。太大块了，一口放不进去。啊，等一下我要继续运动了，运动一半有人跟我喊肚子饿，只好来做早餐。还好今天没有做什么，而且今天没有饮料。你又不喝奶茶，你要喝奶茶我就帮你用。你家有什么可以泡的吗？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先把。没有牛奶的那个美露。没有牛奶的美露，可是没有牛奶美露其实喝起来不是怪怪的。哎、欸，不是姐姐有上次有买一些小瓶的东西可以喝。喝喝完了吗？这个啊。喝什么？那个。我看。那个哦。翻了。好。那个。啊，掉了。今天要洗碗了，昨天没洗碗。好。OK。你说要喝什么啦？这个十一月才过期。你说哪个？这个？对啊，这个、你要吃吗？可以吃一点那个、啊，你们这样吃会饱吗？好，那就这样，我再上传档案到公司。还要一下子。你要去公司啊？我等一下，下午要进公司啊，今天很多事情要处理。等一下，姐姐，你可以喝的东西真的都喝完了，对不对？对你上次买的小瓶的可乐，一次都没了。想说弄点东西给你们喝啊，汤哎、欸，汤还有吗？汤。嗯？我不想喝汤，我不要。你不要喝汤哦。为什么都不想要喝？哦，那你就不要喝，那就等午餐再吃哦。哦。好，那就这样子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。有一半都跑走。有焦掉了。也没到一半吧，四分之一。这边都是烤焦的。阿佑的还好，因为阿佑他只有那个表皮，阿佑的比较少。你可以吃点这个饼干，好吃。嗯、你这个脸上，头发不要放眼睛啊！欠揍！我跟你讲那么多次。哎、欸，我的咖啡。那姐姐，我要继续运动了，我不要再打扰我运动了。可以吗？我在铅笔盒。你开 switch， 你要用下，你不能现在开，你现在开，你看，你现在一开，妈咪等一下就起来，妈咪起来就说，哇，你已经打超久了，你看现在。然后你就今天那么打。对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很，对啊，你要早点起来，这样子早点起来玩，妈咪就觉得啊，反正你有多玩这样子。人家很早很早，学到七点就开始吃。然后我又说跟妈咪玩，然后妈咪问我玩多久，我说半小时啊。哦，说谎。我真的玩了半小时，好骗人。哇！阿佑，你要不要吃这个？这个好吃。这个真好吃，我昨天我偷吃。姐姐，你桌上等一下擦一擦，然后再要放到洗碗机。要放在洗碗机哦。没那么黏，那我们吃过了，而且我刚刚有吃的。你刚刚有吃吗？非常好吃哎、欸。拿去。嗯。我为什么代表我吃过期的东西？那我给你吃过期，你说饼干哦？对啊。没有，那个才过期几天而已，这个不会坏啊，我冰在冰箱哎、欸。赶快吃掉。不会啦，那个真的才几天而已，不要吃这个啦。先把这个饼干吃掉，这还过去几天，而且我们都是冰在冰箱，那个不会坏啊。对啊。
贴皮盒。你的宝贝贴皮盒。那你比较喜欢龙龙还是铅笔盒？我比较喜欢铅笔盒。天哪，昨天买的铅笔盒还非常开心的在这里。你知道几个铅笔盒？他八个吧，好像差不多。你有几个铅笔盒？五六个。我只有三个，差不多的两倍。好啦，赶快吃啊！我要去运动，不理你们了。现在你每次要买都不买。好啦，各位就这样。我第一个铅笔盒哪里坏掉了？第二个太脏了。第三个，拜拜。刚用。